好，我们开会。各位议员同仁，在前两天去勘察灾区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我们这次临时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要审我们县府的提案，以及各位议员同仁对于自己的选区内发生了一些重要事情来做一个提案。我们现在先进入县府的提案是财经类第一号案，我们请议事组念一下案由。财经类第一号为办理本五级所属机关学校尼泊尔特台风灾后重建所需设备经费，以利重建工作所需，请同意以限制筹款垫付4000万元，便以本年度追加减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各位院同仁，针对财经类第一号案，有没有需要卢协昌处长做说明的地方？有没有？没有的话，各位院同仁，针对这笔预算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我们通过。好，是我们建设类第一号案。建设类第一号，交通部公路总局核定补助本府办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公路系统4年104-107计划原住民乡区道路交通改善工程经费38,960,000整，中央核定补助34,460,000整，地方配合款4,670,000整，应有执行急迫性，请同意先行垫付，便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各位，建设类第一号案有没有需要吴庆荣处长来做说明的地方？没有。好，行，我们请张主任张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哈、哦，这个案子哈、哦，本席在这边哈、哦、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因为这次的台风很大嘛哈、哦。所以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过去都没有这样的现象哦。那这次台风真的让我们台东哦，损伤是蛮大的。那么我们台东是发展观光事业，那我在这边建议是建设处哦，是不是在这一次整理这个台东的环境跟道路有关这些工作里面乡下里面，就是说我们的路树都垮了嘛？是。啊、哦，很多地方也树都垮了，那是不是建设处这边怎么样让它以最快的速度，哦，看到台东哈、哦、一片地的一个环境看出，因为我们发展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树垮了，到处都干干的，那要怎么办呢？不可能去种那小树苗，那种到来时间太冗长了嘛。我想这一点是不是处长你可以做一个全盘的考量？谢谢张远的指教哈，这个部分我说明一下，这一次救灾的时候，那个行政也派那个工程会主委吴文某来哈，他有针对这个路树倒塌的部分做了指示哈，他就是希望那个他我们这个部分在县政府分工变成是农业处针对路树的部分哈，然后请林务局提供树，然后给农业处来处理嘿。现在、在我们处建设处的部分，我们也提供路树，大概是需求量大概2万株，就是要补植了。林务局如果提供的应该是树苗嘛，哈、哦。没有，现在那个陈龙某主委他也只是说一定要种下去，明年就可以成荫的。对啊，对啊，不是树苗，不是树苗。哎，好、哦，这方面就是他呢，他建议的方式就是经费的部分请林务局来出了，好、哦，原则上是这样子的。那就朝向这个方向。这个部分大概说，路树的部分是变成分的业务是农业处，然后我们是建筑物毁损跟广告摘牌的部分。那你就跟农业处来配合一下。我们会。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张主任议员。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议员同仁，针对建设类第一号案有其他的补充意见？没有。好。通过，好，恭喜建设处。我们接下来请原民处，原民类第一号案。原民类第一号有关交通部观光局原住民族委员会及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补助办理2016台东南岛文化节活动，
经费新台币260万元整，请同意先行垫付，便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进行审议。好，各位议员同仁，原民类第一号案这个上级补助款，大家有没有需要原民处长说明的？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通过。来，我们接下来原民类第二号案。原民类第二号，有关原住民族委员会核定补助本府办理105年度推动部落图书资讯站特色经营计划，经费新台币863232元整，请同意先行垫付，便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进行审议。各位议员同仁，针对原民类第二号案这个863000多元，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通过。好，恭喜原民处。哎，我们还有没有县府的临时提案垫付？没有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是我们的议员提案。各位议员同仁，我们有很多，有没有议员同仁要针对自己的提案要做说明的？有没有？我们有很多位议员，有没有？有没有特别？对，总共12个案，是洪宗凯议员，您要发言。好，你要对谁发言？我想要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财政处长，好，就是现在哈，可以发言吗？主席，是时间点有点怪怪的，我们现在是。现在要审议员的提案嘛？对。好，那你要不要等一下？这个先审，稍微等一下，好不好？我用临时动议的部分再跟大家。对对对，好不好？你请卢处长稍微等一下，好，谢谢。时间有点怪。各位同仁，我们今天总共有收到议员的提案，总共有12件。各位议员同仁，我再请教一次，有没有任何一位议员针对自己的提案要再做说明？好，我们请张卓然张议员针对您的提案是吗？谢谢主席。那个各位同仁哈，是税务类第三号案。税务类第三号跟地震类第一号。跟地震类第一号案。好，张专员我讲重点，就是我为什么提示这个案子哈，就是说我们的房屋，这次台东有灾区的地方，房屋几乎都是几乎每一间都是有受损的了。那是轻重的问题，我想是说明年度是不是税务单位能够在房屋税方面能够从免，这是我这边拜托，就是说我们秘书长能够把这案子直接跟政府单位不然案子送到县政府事后要不断的去联系的问题，好不好？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租地的问题，不管国三级还是台糖的，因为现在农企的灾害大家都很清楚嘛，是不是在这个租金方面明年是减免？这是本席提的案子，我算说明简单的啊，谢谢。好，谢谢张主任议员。各位议员同仁，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说明的？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将这12个案件转呈县府，我们请县府采纳办理，好吗？好，谢谢各位议员同仁。那我们接下来有没有议员澄清案？有没有人民澄清案？没有人民澄清案。好，我们现在临时动议，我们请对，并在一起了，因为这个是对，这12个案件已经含民政类第一号翁丽莹议员，还有原型类第一号案林秀欣议员，都是今天早上提出来的。好，我们临时动议，我们请洪宗凯洪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哈。我们麻烦一下那个财政处长。是这样啊，就是上个礼拜四的临时会开幕的那一天哈，有很多议员也很关心，这个目前我们人民有很多请求。
啊，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希望他能够免利息的贷款，好，比如说现在政府补助他的农业的一个灾富的部分呢，其实钱没有很多，或者是房屋受损的部分，这个钱也没有办法补助很多，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政府能够再多给一点。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啦，就是说政府如果再给更好的条件，那未来的相关的灾害可能会比照办理。所以呢，其实在其他县市的相关的实务上的经验，那一天那个处长也有回答到，就是他们是利用这个用他们县市的一个灾害当时募款的金额的钱来做这相关的补助嘛，好，比如说高雄，那我也特别去问了他们，好，他们有所谓的免利息贷款的部分，当然就是用这个灾害的救助金里面的钱来补贴这个利息部分。所以我想问一下，好，处长，目前我们的救助金专户针对风灾的捐款目前已经到多少金了？就我所知，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你想没有那个没有办法刷卡，就是没有办法结算了，那就我所知大概在1.5亿啊，那这两天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善款进来，所以数字应该目前还是会变动的。县府有估计大概总多头会多少钱？如果依照这样的，我个人估啦，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捐款进来的时候，我想大概差不多在2亿左右。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数字跟其他县市的比起来差太多？差太多，大概应该十分之一不到。你有评估原因为什么吗？我个人评估啦，第一个是在媒体上的一个曝光，报道台东县这次灾害的部分相对是比较少的啦。而且又被一些包含台铁的车上的爆炸，一些把我们的新闻大概都挤掉了。那台东的受损的灾害比外县市想象中的都严重，而且受损的几乎都是民宅，几乎每个县民都有受损。是。那以往大家都是公共灾害，可是这次都是民众很贴身的，就是自己的财务的一个受损，所以对县民来讲是更加的严重。处长，我觉得你讲的比较保守了哈，我觉得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那这个部分我想大家都有责任。这个不谩骂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同仁们都很自治，然后很自我约束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很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确实有这么多需要，那希望大家把钱捐到台东县政府专户。那这个部分呢，我还要再问处长我们的这个专户，就算今天把钱都捐进来了，我们目前救助金专户它是平常就有的一个救助金专户，是。但是呢，针对风灾的钱呢，我们一个括号说这一次我专款专用在这个地方嘛，对。所以会把这笔钱再特别框出来。那框出来之后的使用的范围，它其实还是受到救助金专户的使用的要点来做约束嘛，所以它可以补助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嘛。如果就我个人看法啦齁，因为救助金专户实际上它的运作在社会处啦齁。那就我所知的话，我认为应该就是说对补贴的部分，我认为是没有，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啦。因为你如果是用在灾民啊或什么灾区的一个事务的部分，就我个人看法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我建议是这样的齁，还是强烈建议比照外县市啦齁，其他县市的只要发生这样的情况了，第一时间就成立管理及监督委员会。我们以就是说我们在今天下午的专户的委员会里面就会就是有要成立这样一个专，再另外成立一个嘛，对不 对？不是就用原本的。对对对，还会今天下午就会开这样一个会议，然后通过委员会里面再征聘一个审议委员会来处理灾害的一个审议的事宜。很好，那处长我是建议您下午要开会，我希望这个委员会里面的人员这个委员呢能够海纳百川呐、不要是只有县府的口袋名单。我会把一眼的建议带到。OK， 好，那我再问了是，这个可以使用的范围因为到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已经就在我家己有诶，我已经自己开支去整修啊，所以我希望呢，县府赶快给我补助啦。结果这一笔钱放在那边，挂在那边，他看得到吃不到，那很多民众在抱怨他到底钱要怎么来使用。所以有关他的使用办法、使用条例是不是县府在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再做调整？我想我应该不是委员了因为没有通知我开会说我应该不是委员。不过我个人看法了对这种捐款的明细的部分应该是要公告的啦，就是说你必须要公开的让民众知道这样的讯息，你的捐款要用在哪里，然后他捐了多少，用了多少，甚至你每个人的捐款民众的部分当然要考虑到个资啦是考虑到个资的部分尽量去公告你捐款的数字。那支出的部分现在我应该有义务来公告这个部分，那我会来把这样的一个建议和看法来让社会处
来接手。好，谢谢处长。好，时间也到，那我也在这边好，拜托我们各位同仁，大家一起努力哈。这个捐款的部分，我们大家一起来拜托瓜关企业哈，来感恩道沙港啊那样。好，那县府当然也一直都在，现在通过各种媒体的管道，一直在呼吁各界哈，可以多捐款进来协助我们。也许这次都受灾的都是一般的县民。是，谢谢。谢谢大会主席。我们请陈志峰议员发言。处长还是我们还是希望处长发起了对话。爷爷，你嘛要问哦？好，谢谢大家主持。我简单问一下啦吼。是。咱这边的迄个救助金啊，拢总偌济钱啊？议员指的是各界目前为止的捐款是吗？到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你还没有上班哦，那就我们知道到礼拜五是大概1亿5000多万左右。啊，我给你请教你。这笔钱要如何分配？目前我们今天下午会开灾害救助金专户的一个成立委员会，来针对灾害部分来进行审议。那依照他捐款的性质哦，捐款人的性质就是要救助这次台风的风灾的一个受损的部分嘛。所以就我个人的看法，只要用在和风灾相关的事物都可以。当然，政府机关该负的责任的部分，政府机关应该来出，不应该在那边支了哈。那像现在公共工程之类的一些灾损的部分，那我们的乡镇比例怎么分配？这部分我不太清楚因为因为这边哈，南龙台公安这边的风灾是看起来都是台东区，哦，是台东区啊，当然香兰太麻利遐嘛有，针对这条啊绿岛嘛有啦哈。咱针对这条钱的分配的比例原则，应该有关。跟你很报告就是说，这次送风灾最厉害的，当然就是台东市、太麻里、卑南、鹿野、绿岛和来，他们这些相对是比较严重的啦。那昨天赵市长也打电话给我，在讲灾害救助的问题。那灾害救助的问题，一些在我们来讲有抢救的部分，第一时间救灾的部分，当然就都先处理。灾害准备金这边都会支，过来是抢修的部分，比如说我马上维护到民众的生命安全部，也会只要是认定依照采购法和灾害救助金这列的部分符合，就会先。一般那附件的部分会等中央的公共指挥来确认以后，才会进行拨部分附件。基本上一般先认定的就是房屋的全倒或半倒的嘛，是，对吧？这个由我们执行单位是在施工所嘛。认定单位是谁？看，就是说在先看认定的部分啦。我这部我不熟，不能说很清楚的答复。不啦，认定单位是施工所，我们建设处呢？我不太清楚了，有些部分是社会，我但是认定完了是社会处来进行救助啦。至于说谁来认定，他相关作业程序，我不是那么熟，所以没有办法回答议员的问题。不啦，我是要了解讲咱那个是民间捐的钱，是民间捐的钱，到底怎么落地？差不多，加拜五至超至5000几万安尼。嘛咧哈？是。无啦，台东市真正吼。当然这些拢会用在灾民间，台东市其实拢会伫我知的范围内。咱这毋是市公所，所以我要甲你了解讲咧，认定单位是哪市公所，安尼咱就牵扯上就是应该的注意嘛。咱当然，因为我发现一挂问题啦，我纯粹直接讲，我会发现一挂问题啦。是，我嘛今仔日浪费啦，我嘛希望补助较济啦。当然啦，那我个人看，我个人不，因为我直接我无啦，我纯粹讲给大家听嘛，讲给你听啦。翕一套的吼，翕一套的补助好好的啦。你敢听？我。翕一号伊的灾相哦，他的照片是一号的照片的，甚至他补助是五号的门牌号码。比如说啦，你起码是我们从宽从速从简嘛，认定单位也不是我们贵县政府嘛，所以讲这些嘛不本。不过那是另外当然啦，另外一个要求讲，属实有这项。属性啊，真正人家园嘛，真正较破碎，是希望会当建立自信的，拢总会当摧毁我会甲议员的建议
转达给迄个实际执行的单位。其实这个摆单位的问题牵扯啦，啊，你多谢伊啊。啊，我想临时动议我的这个打法，好像也有点怪怪的啦。我想应该是议员来讨论的，不要我来答复。好，谢谢，你请坐了。好，谢谢，谢谢大会主席。怎么好像都是在对，对，不是全责。卢处长，如果不是你的全责，我想你可以不用回答。那您就是转达，是不是县府相关人员可以回复议员的问题？我们请林餐厅林议员。啊，是，谢谢啊，对不起。拍摄我今晚已经开始。主席，那个处长你请坐哈、哦。是这样子啦，上一次我们就有提案哦，这个我们建议我们县议会啊，在这个最后一天的这个讨论，像讨论县府提案完了以后的代表提案跟不那个议员提案跟临时动议案都要有县府的人员啊、哦，这个现在就感觉得出来这个的重要性了啊、哦，因为这个有时候议员的提案啊，如果有县府的人员在的话，马上可以当场解决的，我们就撤案，就马上就可以执行了。所以当初林三天议员也有提过这个，我也有呼吁过，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重要性在这里了啊、哦。这个题外话了啊、哦，没关系啊，那个处长你委屈一下啊、哦。这个像这一次灾损啊、哦，这个百姓的申请啊，到明天为止，那有的像立岛就有一个实际的状况，就是说这个老人家他到台北去就医了，他明天赶不回来申请的话，后天可以申请吗？就他我们的灾损申请的日期截止以后可以申请吗？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哦、那个处长你不是你的业务，我也不用你来帮我回答了、哦、这个问题就在这里。然后还有刚刚那个我们洪宗凯议员啊谈到的，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补助款不是这个捐款会那么少，不光是媒体的问题而已啊！你看看 FB 上面的一片谩骂声啊，这个灾损啊，这一次的这个风灾啊，成就一个英雄，打趴了所有县府，所以那天我才会讲说要告，哦，为什么要告？你这样子啊，你为了成就自己啊，你真的害了整个台东市民啊，你把焦点模糊掉了。有很多外县市啊有那一种赌烂的心情啊，我就是不给你，在 FB 上面就可以看到这种心情了。这个县府如果你们的那个新闻的这一方面的那个不够的话，你们县府要检讨啊、哦。再接下来就是这个刚刚的这个善款啊，在比如说老业方面啊，县府要做一个指导啊，各乡镇公所的一个要善尽这个责任。比如说老业的农民，他种的是在国有财产里的土地，或是像立岛的移民，农民移民都是双重伤害的啦，因为家也破了，然后他的生产器具也坏了哈、啊。这个我希望这个善款能够充实落实在这一方面哦、啊，像尤其移民呐、啊，遗产破了。顶多十万块啊，十万块真正是无法度直接哈、哦，让这个灾民哦感受到啊哈、哦，这个我们县府的那一种那个，所以我对蔡总统能够第一时间下乡啊，是非常的赞赏。但是对于民意哦，没有办法充分给蔡总统啊，这个哈、哦，我是相当的不以为然的、啊、哦。所以有时候在这种天灾地变的这种情况下，是实在是不应该有个人的英雄主义啊！哦，这个是我在这边哦，这个请希望我们卢处长能够带回去哦，给县府的。所以那一天我才会跟秘书长讲要提告。为什么一提告的话，有50%的人认为县府不是摆烂，应该里边有一些原因啊。而且这个对整个台东灾民啊是有正面的情况的，因为光看这个捐款就知道了嘛，
哦，所以处长转达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议员，我们请林三天议员发言。谢谢，大家主席，撤定。刚才审那个财经类一号的那个撤定，四千万嘛，哈。行。我希望这灾后了，你补助对一个单位，把这分配的明细结案了，给俺提完，我们讲怎样讲这四千万到底找一堆用途，可不可以？我要看一下相关的资讯，相关的资讯公开，如果可以公开的部分，那这套上面没公开。我有一块属于会计事务，有一定会计事务公开范围嘛？啊，我呢编几个上新给写。啊，这四千万这叫你公开，这有什么不能财政？啊，好了好了好了，是在你了，好了好了，哎呦，我一定要看看，做有咩代志啊？好了，我要告诉你了哈，为什么台东县府在有关于莫拉克的所有的善款有天平天兔？八八风灾，你回去把它转达一下，我拜托你转达去。教育处在八八风灾办一个什么心理咨询啊，开两百四十万。莫拉克专案无明细的哦，三千万，这资料好啊。我希望你把这三个台风所有的人的捐款，甲包括流向甲用途，做一个统计表，让咱每一个议员了解。啊，那好不？你给转达一下好不？我会把议员的建议啊、转给行政单位。那你身为财政处长，你有没有觉得这次风灾过后，物价飞涨？你有感觉？对于物价分两个部分呐、啊、哈，一个是农业类的一个青菜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那个跟钱财无关系，我就要简单跟你讲了。啊、我希望在座的机制你们要建立了。我你提出来了，我有去查，哈、哦，我为洪台料，我有去查价小嘛，查起。起码一条水桶一吨的话，这几米啊？水桶啊，一吨的多少？我有请阮董事去查价小啊，因拢阿阮无去哦，就是伫供应商卖迄个人，大中大遐。啊，老庆，你买到？啊，我去，我查，我是查供应商嘛。啊，你即马互小水电包啊，水电甲你包偌济，我哪法度保证？我告诉你，你不要扭曲，我即马要甲你提醒。建立一个好的机制了，我希望你要听下去了。你如果说因为工资劳工的问题，那个有抢工哈，那种挥涨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管制。但是物品啦、啊、马达啦、啊、水塔啦、啊，我有去查那个啥，啊查拢无去给。我去查哦，我有去给无？因我供应商阿公讲，洪灾已经是同款的，伊我伊我出去查，人是安尼，当然是安尼讲。啊，那我有查到，甲你报有奖金无？伊那报，我第规定无奖金嘛吼，啊！但是我一定会依法来办理，那是。你依法办什么？你安办理？啊！我着依照公平交易法，加上依法规定的。哦，办理几件啊？卖直接换啦！哎呦，你讲好代志吼，你着真正安尼，你是吼、啊。我着真正有在做，关键。你在做啥啦？我有派人含消费。你派上？你派什么人？我派我内面的科员。什么名来？你好啊！我含无啊？什么名？张耀军交我消保官去查。因查几件？有当来甲你报无？有。有搞错，啊！拢话价拢无起价，引起查介绍拢无，拢无起价。诶，讲起话，阮查台拢起价，啊！我咧查，我就是去一个新闻啊，都当下消息就是安尼啊。关政府真正有出去查。我今摆咧甲你建议啦，你唔好用这款态度啦。无啦，我请你注意听啦。我来报告讲话，有啊，我去查。请你注意听啦，债务的机制啊，过去的我们的损害，我们没有在教训里面得到一个经验。哦，来告诉家己，袂要紧，迄都拢过去啊。咱唔是变慢嘛，咱是咪灾后，伫台东以后，甲成立一个有效率、有秩序的一个效能的一个政府，有一个很好的配套。风灾之后，我们有什么 tempo 人员的分配、物资的分配，哦，人员的调度、灾民的安置等等很多问题，我们都要谈了、啊。民生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哦，水资源要怎么克服？电力要怎么克服？我们来谈这些了、啊。那你物价飞涨的同时，那是你听不到真正声音了、啊。那我再请问你啊，英文五级这一次去参加的观赏的民众有多少？那是我的关机，我报告的。没，你报？啊，我咧，我嘛伫厝咧救灾啊。来，我给你报告啦。我唔是我关机，我给你报告啦。我就可以让你知影嘛。今日报纸有登出来，八千个人去看英文五级，含这个人
见效代志嘛拍声八千人。啊，去看遐讲八千人，讲拢种老花啊，老花去看，看伊们有钱呢，何必造假呢？对不对？来，叫你过来，你讲。这我是要讲你听，啊，你注意听到，像政府不用造假啦，不是，冠冕堂皇啊，讲好听的，我第二次造反了，我时间够，我第二次反。安家，王飞龙、王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啊。应该咱的林议员在讲的，这林议员在讲也是甜吼。我话无啦，像今麦要甲咱讲，今麦我只有拜托咱秘书长哈，搞转单哈，或者这个管护者，因为像今麦一个洪灾过了，这个善后问题哈，他要赔唔赔迄电话就，今麦搞一个善后呢，就是顶下我有甲迄个副局长讲。咱这个农民吼，这野生地这物件吼，废弃物，尤其是乌芒啊、甲白芒啊这吼，这甲苏家讲吼，非常的多。迄毋是讲一株啊，一株的拢十几台呢。啊，这所以非常足势，啊，佫袂当临时就清掉。我甲算算吼，佫半年啊，佫介一还袂清，所以讲是毋是啊？摕我只吼，拜托咱艺术组这家这个。我讲的这个案吼，甲送给咱的管政府，计通知或是各职工、乡公、职工说、乡公说，这农民这个天灾害伊这物件吼，袂当像一般咱住宅讲吼，三两天甲清清掉，因即么无工人嘛。我也算过半年还阁还阁袂再清，所以讲吼，直接半年来吼，农民甲这物件再去对爱护咱灾后，再去完成个知影，爱护咱这。里长吼，全体知影，你才会当处理。啊，无长吼，头二十几个在问我，我讲你甲再市公所，我讲那市公所唔敢收，啊，嘛要搁扣钱吼，是动不了清，这唔是办法的，农民都已经起上路去啦。所以讲，我才拜托吼，咱的那个苏州人吼，甲转达者，转达管长甲哦，叫伊通知咱各乡镇吼，这类农民的物件是只要天灾，爱敢接收呢，啊。一雄，谢谢。我们请黄宗凯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啊，那个刚王议员所提的那个案子，我觉得很好啊，哈，因为这两天刚好也有很多农民在反映哈，这个乌芒啊这哈，好啊，跟这塑胶工的物件哈，非常的多。那一般哈，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处理哈，之后就用烧的。那用烧的就会造成大量的一个空气污染啊，然后而且这个事后要复原的情况也不容易，所以应该县府赶快来提出，我想这把它列入一个临时动议的部分，临时提案啊，就是说来建请县府齁，针对这个农业的设施所废弃物的部分齁，有一个妥善的处置方法，然后让农民在事后齁，譬如说如果王议员说说他可能要到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他才把这些东西撤下来，啊，到时阵唔通够用上面事业废弃物的方式来处理哦，不然那个农民哦真的是欲哭无泪。所以我们就提案应该这样啦哈，就是建请县府针对农业设施哦毁损之后的这些废弃物呢，做一个妥善的处置，这样。好。好，您让我们给议事组一点时间。哎，我继续讲啊，这个提案待会我们再做处理啦哈。那我要顺便讲啦哈。这个其实我仔细的去研究一下外县市齁，我们最近的几次的一个灾难，高雄的气爆，台南的地震跟新北市的一个尘爆齁，这个事后的一个处理，包括善款啊，包括它事后的一个安抚啊等等的这些的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过程都一样，各县市政府骂齁，民众的骂谩骂肯定是少不了。哦，民意代表之间的一个纠纷哦，大家争吵也都难免。那地方推给中央，中央推给地方，这马上赶快啦齁。哦，那我觉得这事后怎么来处理，我觉得这些其他县市这是一个我们很好参考的一个案例啦齁。那我要讲的是说，中央对于台东的补助啦并没有怠慢。那甚至于说有一些条件甚至于是更好或更快。所以齁，一方面我也在这边澄清啦，说希望大家齁能够齐心协力的齁，比如说大家我刚刚有提到，大家就说你中央说要从宽从速，然后呢更优的一个待遇，结果呢这个连免利息的贷款你中央都做不到，
哦，为什么以前八八风灾可以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就认为说中央是不是大小眼对台东无好？实际上，这个外关区伊有所谓的免利息贷款，就是我拄仔讲的，用咱的救助金专户来对自己补贴利息。哦，所以有很多责任是我们县市政府要处理的部分哦。那我们不是说批评谁，但是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要解决这些物件，要增加补助款哦。现在就补助20000，我的整个屋顶掀掉了300000，那补我20000根本也没有什么用啊。哦，所以，我们如果要增加民众的一个补助款的这个金额要提高，还是老话一句，就是我们要让救助金专户的钱够多啦。那原本我们评估应该吼、哦、叫安内灾难来讲，上无应该还有10亿啊。结果到今仔日为止哦，我早上得到的数据应该是大概2亿左右而已，所以差了5倍，2亿的代志甲10亿的代志，诶，补助吼，迄个差足济啊。所以吼、哦，这个部分，还是大家一起来努力啦。另外就是说，在县府的这个救灾的过程，包括市府救灾的过程哦，民众在 Facebook 上，你袂使甲讲，伊袂使抱怨啊。哦，那民众蛮那个很，甚至很多里的里长都跳出来骂，都罢工了。有的民众叫 APCC 也啦，哎，里长直接就拍走。整个救灾过程，里长也从来没有被叫去开会啊。后来县府把这个权收回去分10区，里长也搞不清楚到底指挥官是谁，分配在什么地方。第一线面对民众的却是里长，里干事长啊，来告这个里长。我想哦，现在也差不多。就在前面的部分告一个段落了，好，那后面来做检讨，我们很理性的、很良性的来做检讨，讨论要怎么样子来未来发生灾难的时候怎么样来解决。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稍微提一下啦，哈，比如说球员的速度很慢啊，这个外环区拜托的速度盖班，我帮忙媒介了好几个县市，哦，甚至于连柯文哲市长打来，哦，打给我们的县长，管丁马伯家吧。当然可能现场的手机已经被打爆了嘛，哦，那等等这个求援的过程太慢，还有防灾，我们前面的防灾其实太久了，大家都已经这个疏忽了嘛，所以防灾也没有做好，哦，那在后面的一个救灾的顺序，我想后来本来一开始给公所的，后来再收回来给县政府，这个过程县府哦很比我们还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哦，那事后的检讨，我想哦等待县府再来努力。哦，找个时间再好好的做检讨的。好，那刚刚我的提议再麻烦议长来帮我们做处理一下，谢谢。好，我们谢谢洪宗凯议员，我们请议事组先拟定一下临时动议的洪议员刚刚的临时动议的案由，等一下要找4位议员复议。好，下一位我们请林参天林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咱这边开的临时会，我相信咱的主席嘛知影这临时会。到底是为什么来开？我伫会中，伫过去的会议当中，拢一再要求，希望讲议员的提案，由相关的人士会当伫现场来做解答。但是像这款的临时会，安尼情形，我相信效果是无好。我轻轻甲咱的大会主席建议，啊，亲像咱绿岛的议员谢先义，他讲到一个温泉地区，每次碰到台风就断电断水。受损的还是灾民，那是不是这样的提案，咱也当要求电力公司来做些说明，是不是让借动发动基金或是离岛基金来解决上开电力的一个断线的问题？你无人来，啊，咱家己自家咧开，啊，我嘛唔知要讲何上听。那譬如讲，咱离岛的迄个议员所提出的船啊沉落，咱要来谈关心关怀，咱是让。要求东部办公室的副执行长来议会，把这个问题给表达出来，希望伊转呈给行政院渔业署来安怎解决问题。咱伫遮开会无半人安做解答，咱家己咧发起的，这有什么意义？是毋是我再次要求咱的大会主席未来重视议员的提案，把相关单位邀请来遮做一个说明？那会后我们可以积极去勘察，可以去追踪。可以落实议员的要求来反映一个民意，这是我对大会主席的再一次的恳求了。哦，不然开这个会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已经拢是老东西啊，那么农民在这游戏规则要怎行？我们要突破。议长，你在这个位阶，你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那为什么议员每次的提案
根本没有在场跟我们做解答，我们提案送来照案办理，原来是有办理的。汪慧龙议员提一个资本地区的道路，讲了好几年，那个路口那个十米忽然间变二十米，忽然间变十米，交通常常发生车祸，那他提案有用吗？不好吧，从回这回我是干嘛？那功能不彰啊！刚过来我就是讲要建请大会主席在这一次的赈灾款能够专款专用，能够专户。我不知道县府是不是现在是一个独立专户，或是像黄仲恒议员所讲的，他把社会处的救助的一个款项把它蒙在一起，那未来在动支的时候他就可以上下其手，没有办法完全独立出来，专款专用，那由民间来组成，跟公部门来组成一个监督小组，让人民百姓都很信任这个政府的公信力。现在这捐款不多啊，这是长期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个民怨，所以我们不爱管我台湾管政府。啊，你这边的灾害那么大，我们来讲大方向，我建议我们的台湾主席大格局，灾害的重建脚步要怎么踏出去，水电是不是依然不足，道路是不是畅通，灾民的安置，灾民的生活，弱势团体他们未来的生计要怎么去解决，物资的供应是不是充足、哦、我们在每一次灾害物价都飞扬，买一个矿泉水物件含矿泉水都没拿出来，我在这里也轻轻建议了，这个我跟我的同事我的主席头说了，用头说了，是不是干脆一个特区给这些百货业者在一个高地里面来做一个他们的仓储，这个仓储把它集中起来，有民生物品，如果灾害一发生的话，政府就必须接管。哦，这个机制足好诶，那不是讲发生大事，一个水桶安尼起一万块面啊，起到变万五，啊，咱去甲问伊讲，伊唔知啊，讲拢无起价，啊，敢真正无起价？啊，这社会就是混乱嘛，啊，公部门要做，咱就做，真诶无就卖做，啊，骂嘛骂足济，讲嘛讲足济啊，啊，议员提案敢真正有效？当这个议员啊很不值钱啊，为什么会不值钱？那个一念之间，这个权力啊都来自于大会主席，是否要分配给这些议员呢、啊、他说他的大会主席来捏起来，相关单位他刚刚没来，绝对来，什么无法电器说六七年在做大会主席，给你清楚啊，你今天不用叫台电来说明一下，是不是可以提供领导基金来赶快把它解决。时间也到了，我希望我们的大会主席把过去的就当成过去了，未来的我们不分蓝绿了。这个在莫拉克很紧急，跟这一次的一个台风都很紧急，我们为什么还要提这个案、啊、什么反族情呢、啊、当然这是个人自由了，我是觉得族情和解，任何族情都是包容。谢谢。好，谢谢林议员。你可能比较不清楚，我们是台东县议会，我们不是地法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邀请东部办公室跟台电。哎，阿斗麻烦你邀请，好不好？好。那另外就是各议员同仁，的确在议员提案的时候，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让我们的县府相关同仁能够就列席，让各位议员同仁可以直接来做这个询问啊，这个我们来办理啊，这个我们来办理。好，所以谢谢各位议员同仁。请问我们还有一个临时提案，就是洪宗凯议员的临时提案，是不是我们让念一下按钮，我们请秘书长念一下按钮好吗？我们需要四位议员复议。 好，议长，各位议员还有副议长，大家早安。那么洪宗凯议员刚才提出一个临时动议，那么 我大致上呢把它整理，就是建请台东县政府呢妥善处理农业废弃物，以免呢二度的环境的污染。那么至于这个说明，我想我们等一下请议事组跟我们洪议员呢，我们再交换一下意见。那么你的最主要的案由呢，就是要县府呢妥善处理农业的废弃物，不希望说是带有二度的环境的污染。我想这个呢是一个临时同意，必须要四个人会。谢谢各位。好，我们有林三天议员、吴秀华议员、高美珠议员跟张全新来议员。好，四位议员同仁复议，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我们通过，我们纳入这次县议会的议员临时提案。好，各位议员同仁，我们有没有临时动议？如果没有的话，这次的临时会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议员同仁，我们赶快
卷起袖子干活吧，大家加油，散会。